张老师，这是帮湖北的小姐姐选的一只米奇阿比熊，咱们现在给她开个盲盒吧。嗯，可以。这盲好的，眼睛都看不到了。看看眼睛是大是小哈。天哪，这眼睛像葡萄一样，又黑又大。再把她的脸型修圆一点。她性格挺好的哈，修毛的时候一动也不动。对，性格比较温顺，比较适合家养。还吐着小舌头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就算修好了吧，高老师。对，已经修好了，拿给粉丝看吧。行，好的。哎，你好，亲爱的，来，你们看一下这一只，这一只，吐着小舌头，不大不大，只有这么大。它的毛就太好了，它的毛特别好，体型不大的。拿个手机啊，对，拿个手机对比一下，看到没？体型特别小，嗯，超可爱的这一只。它吐着小舌头，嘴巴超短，几乎是平的，小脸。对对对，超短，你们特别看一下，超短的。因为我家法斗特别短，它一直打呼噜，它是不是会打呼噜？法斗的话，本身天生它就爱打呼噜，比熊是不会打呼噜的，因为这眼睛特别大，像个葡萄一样。多大了呀？这一只三个多月了。它舌头能收回去吗？可以的，快它收回去了吧，好像听到你说话一样。这是另外一只。哦，这一只月份小一点，然后这一只你可以看得出来毛量好，月份也稍微大一点，毛量超好，体型也小。看来还是个文静的小奶狗呢，只有跟主人互动的时候才会唤醒它的积极性，还真是令人惊讶。小姐姐看了一番后也很是满意，赶紧跟着新主人去新家享福去吧。